起，把你的臀部往上方提一起。在脚掌推地的力量，水吸气，有一样力气，前脚就可以起身。起身后，把气完全吐干净。再跟着吸气，提起。好，慢慢收回，吐气往前。手扶胯，身体往前，腰背也呈水平，胸口放松，肚子收缩，回收下巴直往上提高，带到耳朵两旁，保持呼吸。如果觉得太吃力，可以把手随时回到你的髋关节上，肩膀放松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先松开腰背、颈部、臀部，力量交给地板，肩膀、手臂完全放松，清理干净。仔细看着脚掌、脚尖、脚跟贴地上，中间往下踩，撑到脚底，手在离地向后，伸直手臂，延长腰背部，随吸气慢慢起身，向上撑开你的骨架，拉长中指，提住延伸。随出气慢慢往右，中间往上拉伸，吸满气，吐气上升往左的同时，把臀胯往右推，慢慢吸气收回，吐气上放松，先把胸口松掉，稳定身体，保持着呼吸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脚跟放下。